圣母玛利亚。那通常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光环就是说，有光环的就是圣徒、天使还有神，它后面会有光环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它后面有光环，所以整个焦点都聚集在这个婴儿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圣母玛利亚的眼神，看到东方三博士来朝拜。那这个也是这个原著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著。他是Luca Giordano 所画的，那他这个是原著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个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画家的笔触，然后在一个黑暗之中，下面就是神的呈现，那天使也来自报喜，那对着牧羊们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人的焦点聚集在这个。那个耶稣基督，那个耶稣基督，那这边也有这些动物围绕着。我们再来看。